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来读箴言第十九章，主题是宽恕人的过失是自己的荣耀，由 Helen 姐妹撰稿。如同箴言其他章节一样，第十九章也有很丰富的信息。今天我们现在来把整章都读一次，然后我会着重分享其中的几个信息。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，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，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。人的愚昧侵败他的道，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。财物使朋友增多，但穷人朋友远离。作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，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。好事善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，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。贫穷人弟兄都恨他，何况是他的朋友更远离他。用言语追随他们却走了。得着智慧的爱是生命，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。作假见证的不免受罚，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。愚昧人宴乐度日是不合宜的，何况仆人管辖王子呢？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，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。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，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。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，妻子的争吵如雨年年滴漏。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，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。懒惰使人沉睡，懈怠的人必受饥饿。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，轻忽己路的必致死亡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。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，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。暴怒的人必受刑罚，你若揪他必须再揪。你要听劝教受训诲，使你终久有智慧。人心多有计谋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。施行仁慈的令人爱慕，穷人强如说谎言的。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，他必很久知足，不造祸患。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，就是向口撒回他也不肯。鞭打懈慢人，愚猛人必长见识。责备明洁人，他就明白自私。虐待父亲，撵出母亲的，是以羞自如自子。我儿，不可听了教训而又偏离自私的言语。歹徒作见证，嬉笑公平，恶人的口吞下罪孽。刑罚是为懈慢人预备的，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背预备的。第十一章讲到，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，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。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不是个抱怨轻易发怒的生命，而是一个靠神凡事都能够感恩的生命。哪怕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或冒犯自己的人，我们也不血气行事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真谛里面提到，我们要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彼此相爱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第十一节讲到，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。何患是宽恕呢？宽恕不是靠血气忍受，就算心里一万个不愿意，但也把气给闭下去，这不是宽恕，而是忍受，或者是忍气吞声，这不是神要我们做到的忍耐。忍耐和宽恕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爱才能做到。因为爱，所以遇到不可爱的人或者冒犯自己的人的时候，站在对方的立场去原谅，为对方祷告，求神介入，求圣灵感动改变现状。所以十一节讲到，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。因为也许在人看来吃了一点亏，但神自己会纪念，加给做到宽恕的人荣耀。第十七节说到，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。
这也是我们需要也可以常常在生活中操练的。比如新冠疫情之后，很多人事业转行做外卖或者是送货，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？在他们为我们买菜、送外卖、送货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多给小费，帮助他们补贴现在油价的高涨，因为他们也有家人需要照顾。无论多少，只要是真心实意做的，神都会纪念。就像路加福音记载的那位穷寡妇一样，神不是看捐赠的多少，而是看内心。第21节也很有意思，他说人性多有计谋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。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计划很多，然后形式上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交代一下，求神祝福，但我们并不是交托主权，求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作王，而是就是智慧神一生，顺便求神祝福。但往往事情难料，人的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再擅长计划的人也不可能预知未来，把所有的事都安排得很完美，唯有神可以，而且他的计划是超乎人心所求所想的。所以这里说人心多有计谋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。最后第23节提醒我们，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，他必恒久知足，不造祸患。之前我们读箴言第9节的时候读到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只有耶和华能让我们得着生命，也只有耶和华才能让我们有永久的盼望，随时的保守，不造祸患。离了神，我们什么都不是，什么也做不到。所以放下我们人的骄傲和自信，我们没有什么可夸耀的，只知道神才是我们所拥有的根源。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话语，我愿意一生一世把所有的都交托给你，活出一个靠着我们的父神凡事都能的生命。希望你赐给我们拥有属天的眼光，去看世上一切的事物，遇到不公平不可爱的事情，都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爱去宽恕和忍耐，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你都纪念，你都看在眼里。只有我们敬畏我们的天父才能得着生命。求你赐给我们所罗门的智慧，让我们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。靠着你，我们都放下一切属血气的观念和想法，让我们的心都坚定于你，也恳求你要圣灵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继续的感动我们，提醒我们保守我们的心。以上的祷告和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 Amen。